想让狗变听话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你的狗出门不听话，而我的狗出门它可以做到寸步不离呢？并不是因为我长得帅啊，就是我手上的这根营养膏，因为它非常美味，所以狗根本抗拒不了。你每次叫狗回来的时候，就给它吃一口这个营养膏，既可以补充多种营养、多种微量元素，又可以让狗知道你一叫它回来，它就有好事情了，就有美味的营养膏吃，而不是每次回来你就对它一顿毒打，让它害怕你。手上拿了这根营养膏的话，狗会非常喜欢你，变得非常听话。无论你养的是一只小泰迪犬，还是巨型的像这种中亚牧羊犬，只要你手上拿着这么一根营养膏，它们都会变得顺从无比。你看，出门都是寸步不离。狗既没有电视剧中吹嘘的那么聪明，也没有很多狗主人心目中那么蠢。只要你方法得当，就可以轻松遛狗。